世界金钟奖戏剧类入围名单即将在9月7日公布，最佳女主角当然少不了今年爆红喜剧《华灯初上》的三大女主角。是他主动来找我的，我是等到你不要了，我才去接受他的。这就是你说对的时间跟对的人吗？你跟小文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拿我的身体养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有没有良心啊？入围呼声很高的还有在《火神的眼泪》里饰演分队唯一女消防员的陈婷妮，如果再不急救的话就会活不了。现场有没有人会 CPR？ 有没有人会 CPR？ 你是家属吗？来，你来我对面。待会 AD 来的时候，换你接手 CPR。你别担心，我会教你，跟着我做。扮演者的谢盈萱在四楼天堂饰演自伤心理师，跟潘丽丽同台表演母女对手戏，让观众看了超过瘾。我系列啊，随便他搞的。有多少女生因为这种价值观，然后掉进了婚姻的框框里面，变成一个等门的人？你看你。哥，阿姑那个巴萨就马克思。皮肤伤，毛孔泛发。还有，在斯卡罗才成欧巴队的温真菱挑战四声道演出，让大家超惊艳。乌来呀，白人啊。马上干了那个男人。最后还有在茶经理饰演女强人的连于涵。根本你一个人秀。评价是为做得不好否？看到完美的红花，当然少不了最强绿叶。在同部戏中，演活京剧名伶的李信。入围最佳女配角声量很高的还有《光的小姐》。你那么在意我说的话，那么在意干嘛？你真的做过什么不可告人的事，对不对？很高兴见到你，我们就来看看谁爱他比较久。我不该没事去逗苏庆怡，现在是我活该，叫你开心了吗？最后还有两度摘下金钟时候的柯佳嬿，就是在《无声之地不下雨中》虽然只是女配角，但恰到好处的演技，入围呼声也不小。我明明已经用记忆之书输出尤拉的记忆，但是她还是依循时光倒影的安排出现在那里，她还是在守护那个女孩。为什么？她还是跟以前一样记得所有的一切，但是却不记得我。最后到底谁会入围最佳女主角女配角，请准时锁定下午茶新闻。